那种比如可能感觉讲，诶，声音有点陌生哦。我毋是素金，我是陈真。这是我边啊，这是今仔日的来宾吼，来自永安区域会的这个供销部的推广员孙秀鸾，孙小姐，秀鸾呢、啊？嘿，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秀鸾。本来是咱防疫总干事要请新来到咱节目当中，当我们今天最狂拍卖员，对，那是安怎开由你来？因为阮总干事临时有代志，走袂开，所以啊，阮就代打。嘿，对。我问你哦，你这中秋节真过着无？你有烘肉无？有。你烘有烘鱼仔无？有，一定爱烘鱼仔。啊，你有感觉有过瘾无？有，因为呀，我们这次的那个为了中秋节，其实我们永安鱼会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就是说希望就是说观众朋友除了烤肉之外，也烤鱼这样子。哦。所以讲，今仔日伫咱最光拍卖员的当官呢，伊要甲咱听众朋友介绍着你伫咧中秋节即几工收行的即个正好的迄产品吼。对哦，因为阮永安区域会是以酒班为主嘛，吼，但是这次的中秋节的那个产品呐，吼，其实我们很努力的做了一个那个票选的活动，是，好，我们就是让观众朋友去票选，好啊，票选出来说，在我们永安这个地方，他们最希望烤的是什么？哦，啊，所以票选出来这个嘞，龙胆鱼片啊，龙虎斑鱼排呀、啊，还有整尾的石斑鱼。过去大家烤的都是肉啊，烤的是五锅鱼，但是我们现在要推的是烤石斑鱼。烤石斑鱼，我第一个听到呢。对哦，伊安尼烘吼，你家包铝箔，啊，安尼烘出来嘛，像迄蒸出来的一样哦。啊，毋过咱正讲的石斑鱼拢足大，袂变哪烘？因为啊，阮就是。改真空盒，阮就有分版型，500克、600克、700克、800克安尼，嘿，500、600、800，所以讲一盖行就是爱奖金，嘿，奖金，因为6-8公斤的一斤一斤啊嘛，因为600公克，600公克，阮就是用差不多斤三斤四的去抬，啊抬好吼，我们就是去分版型之后，拢是适当哦，嘿，我听起来非常的觉得很棒的一个鱼产品哈，好来。那么，咱今仔日呢，伫渔光好时光诶，这个单元呢，来进行的是最狂拍卖员。来，我们听一下我们的这个最狂拍卖员多么狂！欢迎来到渔业电台百货公司。不管你是要买上新的捧果、上大台电视，或者是上盖好耍的电动，阮家吼通通都没有啦。什么都没有？安尼到底这间百货公司是咧卖什么哇个？才有每一个人对故乡土地的热情，对友善环境的坚持，对理想的追求，也还有对厝内的长辈疼惜。内地讲地芳，卖花讲花红。想要知影葫芦内到底是卖什么药，请准时收听企业广播电台，俩讲拍卖员，最狂拍卖员。是哈，今天这个最狂拍卖员邀请的是咱来自高雄永安区议会的这个供销部的推广员秀鸾啊，要伫节目当中哈，做最狂拍卖员，我唔知道你有偌狂诶。除了是你对我讲的，这个中秋节行酒班以外，还有更狂的吗？有，当然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那个龙胆石斑嘛，我们那一区专门养的是龙胆石斑。那龙胆石斑的话，它其实是一尾很大的鱼，而且是高经济、高成本的鱼。那一般呢、啊，我们以前的那个想法就是会觉得说，那龙胆石斑就是板凳鱼啊、宴会才吃得到。对，但是温金嘛，就是走向就是说，把龙胆石斑推成平民化、大众化，然后大家人平常时啊买当价的。是，所以讲你头拄啊讲的这个行的酒斑，嘿，都是龙胆石斑啊。不是，我永安区吼养的有三种斑，一种是哪三种？我跟龙虎斑、龙虎斑、青斑、青斑，还有龙胆石斑。龙胆石斑，对。啊，所以讲你拄啊讲的是青斑，才龙虎斑。嘿，青斑、龙虎斑拢是飘一袋一袋。
对，龙虎斑阮是大尾，阮家己漂一块一块，爱当做成鱼片、鱼块、鱼排，啊，要蒸、要煮、要炊拢会使。准讲迄个较细尾，阮得家己真空包装，三清之后真空包装，啊，食着规尾安尼。安尼吼，好，今仔日伫咱最狂拍卖员当官，由咱应安区议会即个秀伦啊吼，要来担任了这个最狂拍卖员有多狂呢？说来这波当中吼，咱就知影。我们先来看这个脸书哈，脸书的这个今天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直播呢？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有多少人？现在人数出来了吗？金手刚出来啊。OK， 好，那今仔日呢？一只透早我想讲要来请秀伦，就咱节目做咱最狂拍卖员的我个人的脸书哈，嘛有来做安尼一个预告啊。我就讲今仔日要甲咱最狂拍卖员来凹礼品，好，咱的粉丝一个空中诶，听众朋友拢五分哈。啊，结果我破的时阵，就有一个我的连友了问讲。敢袂送一寡搬袂叮当的物件？你要讲我那隐喻？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你安怎改？我来讲，有啊，就是我本人。对呀、啊，我本人就扛不动了。我嘛搬袂叮当。其实开玩笑了哈。咱是不是在先和咱看到一寡在今仔日最狂拍卖员收集来物件？你要推荐推广什么东西？好，因为啊，我们就是这几年啊，我们致力于就是推广石斑鱼。这石斑鱼除了它是鱼产品之外，我们改做成休闲食品，嘿，做厉害哦！休闲食品，休闲食品，对，因为很少人把那个龙胆石斑哈做成那个其他的那个副食啊哈。但是我们为了就是说要推广那个，这是我负责哎，我这。差不多去年跟今年初，好、哦，你敢知呀？我的青春东西伫恁永安的石斑鱼，因为我住来电台就开始怎样讲，迄、那个讲到永安就想到石斑，咱一直咧讲永安是石斑鱼的故乡。对，想袂到讲今年已经有看到这款会当荷兰干妈讲足方便食的一挂产品呢、欸，所以讲这是龙胆石斑的这个产品呢、欸。嗯，哦，这么轻巧，是饼干呐？对，阿姨是烘烤的哦，伊唔是油炸的哦。因为我有出背机，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龙胆石斑好不再是一很高贵的菜，然后就是让大家就看电视啊、旅游啊、外出都吃得到，而且看起来很精致哎哈，就精致哎，这包这个食品。算细细我就对了、所以说你刚才说有八支的产品都是用龙胆石斑来做的对、有六支是、有两支是鱼皮、鱼皮就是现在最夯的那个零嘴呵呵嘿对那这么高、因为所以说你是专门是你应安自己研发的对我们研发的、然后我们提供那个因为我们在地的食材就是龙胆所以我们提供龙胆鱼浆、给那个厂商去做这样是，恁讲互外口的厂商做，但是物件是恁家己，所以讲恁的物件是来自咱当地渔民的，对，收起的鱼啊。我是真真正正为迄个渔民遐，然后把那个龙胆，啊，改加工、改材料，啊，改加成鱼浆，是，然后就提供这个鱼浆，然后让那个厂商去处理的，哦、然后一切的那个做法还有什么都符合规定，食品安全法规的。而且包装就是让人感觉说蛮环保的、很环保的对阿姨这包装、也根据这个食品的特性啊、比如说、隔绝那个油脂还是什么就是日照、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有那设计过专门设计过的设计、你可以说是有什么设计的概念因为、因为我们这个标签、我也是真用心去设计啦，吼。阮的迄，来咱对一个镜头，镜头还当看到。对，今年啊，阮这支麻辣切片，伊嘛是有得到，就是那个最佳的伴手礼奖。谁评选的？对，那个由渔业署那边。OK， 对对对对。政府甲你，对，顶甲你认证的，对。就是有麻辣切片跟迄个龙胆石斑顶角，迄个这两支产品是。好，哇，所以讲有。
百产品都有安尼这样轻巧的包装，免讲去食板豆，食食会着量大。对，就是伫厝里。对，啊，我嘛是想讲吼，我们就精致的一个外盒哈、啊，然后把它做起来。有礼盒 啊，对、哦，如果观众朋友啊，如果要送礼的话，其实也可以搭配啊，然后把它对，然后我们也有美丽的那个手提袋，你讲今年它折出来，对，哦、我就是今年开始研发出来啊，然后就是讲有可以由观众朋友他去选择，就是说，哎，我们一盒里面要装几包，然后根据他的预算、啊，根据他想要的产品口味，还蛮客制化的，对啊，所以就说让。大家都喜欢，然后买的人也高兴，这样子很有面子的。OK， 一个送礼的奖品的礼品。安尼，想要奥利这物件呢？安尼会使啊，我今天手上的这一组，这个、要一定要给我们这个脸书的观众，各有咱空中的好朋友会当分享到，因为你咱伫空中讲几波无，嘛唔知讲偌好食。这一定爱好，咱来听讲，参咱的连友家还怎样讲？这名要到底我占掉不？对。要唔，咱今嘛记得粉丝跟那是贵个贵来看，无贵个哦。这个尽量分享出去好不好？像咱来听讲，比如哦，请我们这个连友哈、哦，如果你现在在我们线上有45个，目前我看是45个，那到一百个时阵再来开始。要熬这个秀卵的物件，没问题，来吹落去哈，一百个，一百个，来，我们线上的这个连友啊，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分享去给一些社团 ？Hello， 有人在吗？我那几个粉丝有在的吗？有在的，赶紧来给咱分送，本们分享到社团哈。那你直播的观赏人数有到100，我就开始要跟秀卵来熬这个。真好吃的西秀啊！对，啊，我建议炸这来，就希望大家踊跃的，这真正是真好吃。对，连我都足想要吃的。真的吗？哎，你用这是鱼皮做的，两担鱼皮。不，这个是饼干，啊，鱼皮是有另外一个。哦，把它做成饼干的，对啊。对，现在鱼皮啊是、嗯、其实是最夯的那个零嘴。好啊，我拢一项有做两个口味，一个是红咖喱，爱食香的朋友就是红咖喱。好啊，红咖喱是红咖喱。嘿啊，如果爱吃重口味，就是金沙，就是金沙。金沙，欸、我的最爱。对，對主持人，知道金沙是什么吗？就是那个蛋黄啊。对哦，好聪明哦，真想要送你一包，答对了。啊，唔该，咱今买听众朋友，哎，那你脸书今买已经超过半百了。50个，我们再冲个50个，咱就要把咱这个秀卵叫他看到底是要送咱多少东西。好，没问题。真的吗？对。好，秀卵来看咱的这个，我们的连友要不要啊？哈，要的话我们就赶快来，等一下我们会有通关密语，然后你要 take 三个连友，哦，先透露这样的一个讯息哈。这是咱这个永安今年所出的这个西施啊，零嘴系列休闲食品，非常非常的棒的食品哦。这因为这款鱼啊，所做的物件吃起来都无负担嘛。因为咱一般人讲吃饼东西，它垃圾食物热量高嘛，但是它的成分就是有咱真健康的，有含很高量的DHA 的这些鱼的这个营养成分在里面，所以说哇，咱最近哈，即几冬咱的农渔会哦，拢是真用心的开发，尤其是咱伫咱南部的这永安区渔会，以前就是讲怎样讲九班，但是我看今仔日你载物件，唔也是九班呢？对哦，因为哈，我头拄有讲过，就是说这几年其实我们致力于推广那个十班呐，哈，啊，我不只改这些迄个饼，哈，啊，然后其实我要推荐还有另外一支，就是龙胆十班丁角，是，哦，咱较早做囡仔时阵。龙胆石斑丁角、对哦，咱较早做囡仔时阵是咪拢真爱食迄鲔鱼汤哦，对哦，但是鲔鱼汤吼，你食久伊较丁，是啊，食久你会感觉讲臭臭安尼，是吼，但是阮即马吼用龙胆石斑啊扭转这个形象，吼把迄龙胆石斑你食起来伊袂感觉臭，然后佫是软软的哦。啊，今仔日有无？有，啊内底佫有包肉酥哦。哦，对哦，即包嘛是，对。哇，这个更有创意了哈！这囡仔应该用做爱食。对啊，所以这个产品丁角，丁角专、业的名词，卖了真好。因为足侪大人啊，足侪囡仔其实拢做爱食。嘿，嘿，
这乡音呢，应该是诶偏音啊，偏先讲。然后这个啊，伊上大的迄个就是讲食健康，食健康诶，嘿，啊食趣味诶，趣味诶，对哦，啊所以。Okay.真好哦，嗯哼，好，时间3:36进行是余广好时光最狂拍卖员的单元哦，今天邀请是永安区域会的秀銮啊推广员哦，在节目当中哈担任最狂拍卖员，刚才提供的真济真济，好在永安喜会真赞的喜产品哈，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脸书的这些鱼粉们，但是鱼跃广播电台鱼粉们，开始讲共有100个人来观看人数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冲人数来观看哦，得被有最狠的主持人那个最狂的拍卖员来熬一瓜。今天再来这个休闲食品来上好单啊，支持我们渔广，支持我们永安区域会的啊这些莲友哇，记得更好的来这一个呀，光景哦，各村系哎39个，我们就可以来凹奖品哦。那空中的听众朋友，稍等我来开放啊，好，你扣印几百，稍等嘞，验证哪公要送东西，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可以扣印进来，来跟我们秀伦啊熬一锅这精湛的这个休闲食品。和敌单探敌单亚格列单，这个人数冲上来的这个时间哈，各几锅洗干好最狂拍卖员来表现起来。今天这刚刚是有炸一锅精湛的这些产品，主要是在休闲食品以外，亚格有啥咪？我其实哈，我今天去啦，各有炸诶，我的嘿。石斑鱼的迄条冻诶，吼，阿个嘛有炸阮的迄个迄种那个龙胆的鱼片鱼块、哦，就是你拄啊一个开始讲诶，烫诶迄个左右，对，来滴我手里哈，在我手上呢，哎，57个人观赏的莲友，我给呢把我们的这个今天直播的页面哈，分享去好几个社团，有没有我们这个？我熟悉的好朋友跟光跟改分享出去，来 Tony Chen， Tony Chen 在吗？在的话喊哟， Tony Chen 在吗？如果你能在这个粉专上面帮我分享一下哈，我们把人数观看人数到100，我们就要来送东西了哈。来，在这上面件单金手冲开进前，咱先来看到手里这个物件是这个是多少的组合？中秋全家餐享，对，中秋全家。迄阵啊，我要甲这个产品来组成礼盒的时候，我就想讲啊，什么物件适合做全家伙啊做伙食？哦，好啊，因为中秋的时阵就是大家团圆的时阵嘛。好啊，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好啊，要安怎改用成一个组合，让大家拢会食了欢喜安尼。是，嘿，因为我拄则讲过，讲阮的永安其实是石斑鱼的故乡，吼，但是伊嘛有另外一挂的鱼产品，比如讲乌啊啦、鲈鱼啦、沙白鱼，其实伊拢真好。嘿、哦，啊，所以讲，因为最近几年啊，吼，最近几年伊嘛是讲讲乌啊，但阮遐嘛是推广的还不错、嗯，啊，所以阮嘛改用类组合来的。我当请教你拄啊讲乌啊鱼，还佮有其他？九斑啊，还有龙胆鱼片，哦，龙胆鱼片，嘿，还有龙虎斑的鱼排，这东西一定最近又在开发出来，结果有做一些组合，嘿，因为阮本来吼是因为早期阮是以龟尾为主，对，可是后来就是说，因为龙胆和大尾啊，阮就改分切。嗯哦欸、你很聪明哎、欸，得注意吧。而且哦，还有一点就是讲，现在观众朋友、现在消费者，他其实非常的聪明，而且他们喜欢就是简便方便。好，阿哥来的是讲，古尼开始哈，就是受了那个疫情的影响、嗯，所以哈、哦，今年宅经济哈、哦，宅配经济，它其实冲得非常的快。所以你们这个想法也从今年开始做的吗？对，把它变成这个小包装、啊，然后把它切片分切。对，虽然讲这个疫情哈，对咱来讲就是影响就大，但是对阮就是农渔会这个哈这一块经营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转机。哦，嘿，对啊，所以说阮就改讲推成就是说礼盒，然后分送。好，伊讲观众朋友，如果说因为自己注意安全、注意自己健康，不想要出门的话，其实我们就把美味送到家。哇，你们脑筋动得真快，嗯、因为一直讲，我才看到新闻。伊新闻伊也做的就是安尼讲，伊讲最近这款小包装啊，就是
这个尤其是现在单身上班族蛮多的，对，啊，因为在家里说一个比如说是气炸锅，对，还是说一个小小的个人电锅，啊，你如果像这样小小一块鱼片等于在那煮煮开吃，对，啊，你如果整尾现在人不会太鱼了啦，对，啊，所以我们都给他分切，啊，伊不管等于很贴心，对，现在很方便，然后再来的时候因为因应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我们也有研发一些即食，比如说即食对料理，比如说对，伊就是我们有烟熏石斑，嘿，烟熏石斑有一个泰式，哦，泰式酸辣石斑鱼，真的吗？对，阿姨就是用等个，我一定改，我叫我的大厨，好，一定改煮好啊。哦，好，啊，你等起就是加热，电工复热之后，传统工是料理包啦。对对对，阿得当家，安尼好，大家讲，哎，哦，欸，有当下一杯等起哈，因为哈，我特别讲的就是讲，嗯，我们这几年出去外面推广的话，其实很多消费者都会问我说，啊，我买这等起，我买安怎煮？是嘿，上大的问题就是问你边样煮啊，所以其实你要讲弄个伊佐料都调好了，放落去煮熟的好。对，啊，我当然是讲，因为吼青叶石斑鱼当然是煮葱姜蒜的好，uh-huh，啊，然后如果喜欢料理的观众朋友，当然是有一些变化。是，但是吼，阮够出一支的是剁椒酱。剁椒酱，剁椒酱就是湖南大菜迄，那个剁椒鱼头，迄，那个剁椒酱，啊，我改做成料理包。哦，嘿，啊，然后你回去吼，把我的鱼啊退冰之后，然后铺上那个端，摆上盘，然后把剁椒酱淋上去。是，嘿，啊，起来吹。哦，哇，大菜，你们的进步真的是超乎我预料之外。我个一个停留在板的那个时候的永安区域会的石斑鱼。对啊。没关系，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这个组合啊，哦。嗯，组合这个的话，你是不是来跟我们介绍这个组合有什么样的东西？嗯，这个组合来，啊，这个介绍怎么办？这个组合来对啊，就是有一个龙虎斑，嗯哼，哦，一包五鱼，然后还有龙胆鱼片，好，哦，啊，还有青鱼片，是，因为青鱼片来讲是大众化，但是吼，哦，我为着要组织，然后符合观众朋友的要求，因为我拄则讲就是讲，因为我为着要创作这个礼盒，其实我有做一个网络的票选，是，嘿，然后把我的商品全部拢铺上去，然后让观众朋友来那个来选票选，嘿，啊，再来就是。嗯，第一个是先票选产品嘛，第二个就是票选价格，然后因为现在宅配经济就是很比较旺，嗯，比较兴盛比较夯，嗯，但是观众朋友喜欢的那个价格大概就压在1000块以下，是嘿，所以我为了说啊，我要符合就是消费者的他们喜爱的那个产品价格，好，我们就把它组成这个，然后又在那边想说，怎么样的产品，然后把它组合，就是适合全家团圆，嗯，然后一起来烤肉。这是中秋的全家餐，但是因为接着我们明仔再开始够三天的双十国庆的连假，hey， 又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对，那说在中秋这行不过瘾，我们在中秋啊，在双十节这个刚刚继续行，hey， 对，所以说啊，这个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鱼，让每天都有鱼的感觉，哦，今天是今天，这个组合你是买多少？我的原价是1080，1080，啊，不过今天来电台怎么样？你跟讲，我跟讲，我就是改。我看你有多狂，用一个优惠价给观众朋友。今天这中干事我来，你可以代表他吗？你要先说好。我出来的时阵，我一定有改报备过，嘿，我有改报备过啊。但是我讲，我回去你袂使搞我骂，你跟你惩处你啊，跟你骂。所以我建议吼是冒着性命危险，这么严重，嘿啊，结果呢，报告的情形，这个。我们黄美女黄总，欸，他给你授权多少，嗯，对，我们原价1080，我们只要就是888，真的吗？真的，来看看是不是真的888。对，要不给我塞条件啊，送给观众朋友，因为你就是送给观众，不是啦，888卖给听观众朋友，就是听啊，就是观众朋友哈，不是888这个价钱呐，啊，就是给888优惠给听众朋友。对，还我拢有一点么紧张起。来来来，我们来现场来揭晓哈，看刚是真正是888哈，啊，不过条件肯定就是去到甲咱聚会时阵，还是讲伫网络商城买时阵，爱抢愉悦广播电台的名字吗？
要要，就是凭那个愉悦广播电台的名字，我们就给你这个折扣。哎、欸，对，只要是跟那个愉惠加工哈，恭喜的喜单愉悦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就可以拿到888这样的优惠哦，非常非常的吉利的888，大家爱当发发发哈、哦。好，我们的脸书的观看人数还是停留在59个，啊，你到底是买物件不哈？哪买物件？要我们凹东西送给你的话，赶紧把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直播的网址分享出去哈。既然啊，阿伯时间已经没结束了，那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哎，是不是会当单一个咱粉丝这个观看人数达到我们的这个低标的时阵，我们先来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哈，那听众朋友想要吗？想要的话，咱有通关密语哈，阿哥我咱的连友，等一下有一通关密语，等一下会公布给你。第一个，第一个达到我们的条件，然后通关密语有完成的人，我们就会有小编小帮手底下截图来公布在我们的镜头前面。好、哦，第三哦，今麦70个呀，加油来30个哈，够存30个，赶紧来跟。观看人数冲上来，我们剩下13分钟，我们也很紧张哦。来，掉了5个。啊，那咱是不是来接 call in 的这个电话哈？来，我们通过密语，咱秀软啦，要给咱的听众朋友，有啥物款的物件？先讲要送给咱听众朋友啥物物件？因为吼，我头拄仔在介绍这个休闲食品，啊，就是这个礼盒，然后3包一个包装。哇、哦，3包，嘿，一捆会当食3个，口味的对啦。对哦，然后我就把一组送给观众朋友，这样子 call in 的观众朋友。call in 的一组呀，嘿，唔呀一包哦，是一组哦。嗯，啊，那所以讲，咱的连友也是有同样的这个这么好康吗？对，哎、欸，这个听众朋友已经 call in 几杯，哎，我。通关密码要未迄个呢？要未公布呢？那通关密码要安怎讲？因为阮即马是永安渔产、嗯，所以啊，阮的通关密码就是我爱永安渔产。我爱永安渔产，所以讲听众朋友，你若要扣印几百得到这组礼盒哈，你第一句话就是爱讲我爱永安渔产，但是呢，验证要加一个，就是你爱甲我讲你收听的频道是偌济。啊，就是说你卡点几百，你讲的你的频道收听频道再加我爱永安渔产，我们赶快接起来。Hello， 现在听到吗 ？Hello， 喂，我爱永安渔产，喂喂，嘿、hey ，738，我爱永安渔产。Hello， 你是谁？我彰化分教的。有啊，哪会无？海边望你啊！啊，你讲你有来过永安吗？我也毋捌去呢。嗯，有时间来甲咱永安行大街嘞。会啊，我会敲电话。啊，你敢知影咱全台湾哦，咱一直咧讲一个石斑鱼的故乡，所以我一定知。永安啊。永安啊，对啊。对啊。那恭喜盖，我们通关密语是什么呢？我爱永安渔场。然后呢？AM 738。我姓陈。婚教，张婚教了哈。哈哈哈！哈哈！恭喜你哦！我们这个婚教，谢谢我们永安，这个聚会来商列这个详细的信息。啊，那讲是咱们装修房哈。会啦，我家己嘛会订。你也订哈？哎呀。在哪订？在呀。你在？我靠恁的迄度啊。网号啦。啊。靠恁的网号。敲电话也奈无啊？好、哦，卡一支新安咯、哦。哦。OK。啊，卡一支新安吼。6911798。好。好，谢谢，拜拜，好。对，好，哦 ，OK，OK。
好，那么继续呢，我们要进行的是 OK， 进行的是我们这个莲友的这个分享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三点五十分了哈，还在过高分钟，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是不是呢？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我们的粉莲友啦哈，我们的鱼粉关心来给我们来留言，我们希望能够冲到100，开放这个有有多少有多少三有多少这个好命要被送给我们的这个鱼粉啊，不再送一组好了，再送一组好哦，关键哦，我们这个在脸书观看的这个鱼粉哦，关键哦，要送一组啊，刚才一组一定分销先生一定领去了，好，这样再送一组哦，但是我们这个好啦，今麦已经是70个呀，我们已经时间快到了，我们不开放，我们两组留着，我热量会怕太高，我们没办法给加了去，因为已经抬不动了。来，阿雷是不是咱我们现在多一直在留我爱永安渔产的摩尊神哈，因为今麦个爱有通关密码呢，我们有条件，应该是有条件有门槛，我们从现在开始哦，掏多黑东北当东摩神哈，我今麦开始。你爱 take 三个连友哦 ，take 三个连友，然后加我爱永安渔产，安利海当。如果第一个有成立这样的条件呢、哦，就能够得到我们一组的这个休闲食品一组哦，不是一包鸟，是几周哦，一个礼盒哦。take 三个连友，再加我爱永安渔产，安利记得通关密语，好、哦。关键哦，来，我们等一下，不是老这个愉悦广播电台美狐小姐，你到我们第二期哈，你要 take 三个，来，好像已经有了哈，有一个人成立了，来，我们的小编，等一下请我们小编进场，把这个图面截给我们，有了吗？哦，好像有第二个，第二个。有进来吗？已经有看到了。那小编来截图进来哈。那时间三点五十三分，三点五十三分。那在这截图的过程当中，那个介绍第二组的三品来，第二组的三品这是也是中秋烤肉对，好多啊，迄个是全家餐，好、就是、全家餐在煮的，对。因为今嘛好的是小家庭，是嘿，阿文的全家餐的是一适合小家庭。啊，这周就是分享餐，分享餐安怎讲？啊，分享餐就是讲，你也当招一挂亲朋好友，招一挂朋友来，是哦、啊，这物件绝对有够好，有够应价。嘿，对、啊，所以阮就有全家餐加分享餐安尼。哦，就是讲这个延续中秋行吧，以及的活动，明仔在后日看到日三天，搁继续，搁继续。来，我们小编已经截图成功哈，第一位，那你这个粉，我们的鱼粉，我截图成功诶，来，我们的这个，这也是上面人，这是杨富孝，杨林是不是？杨林小姐吗？呵，杨林小姐对不对？杨林小姐，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第一组的一周诶，记得三品啊，唔过刚刚是安尼，搁剩六分钟呢，六分钟你是不是要搁呗？搁我熬一组好吧？好吧，你等起，我等下搞完总干事报告。你明仔在免去上班啦，哈。对对对，三天以后才怕生。啊，三天以后，唔好记得这个双十节的连假一直连到的这个月中，你更无出现的应该一回。哎啦，大家放心，因为其实我们总干事也还蛮大方的，然后就是说，今天一来愉悦电台，袂使好大家失望。是，哇，真感谢总干事啊，感谢秀銮，第二个连友已经是不是也给听众朋友看了，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了。第二个是什么人？第二个是什么人？已经秀出来吗？第一个是杨林杨小姐，杨林杨小姐麻烦你哈，杨林在吗？在的话喊又一下。杨林在吗？杨林在吗？如果在的话，现在马上哈，马上炯丽的这联络住址
好，联络住址、收件人的姓名，私讯给我们愉悦广播电台的这个私讯给小编，小编要确定一下杨玲在的话，好，在的话麻烦你现在马上私讯给我们愉悦广播电台，私讯给我们广播电台。还有第二位是李家勋啊，李信勋先生，李信勋先生在吗？李信勋在吗？在的话喊在。好，谢谢哈，李信勋先生，麻烦也是哈，赶快哦，强烈联络的主计收件人的姓名啊，来私讯给我们粉专。啊，咱今嘛扣印的听众朋友真歹势哈，感觉有通好上吼，咱扣印的听众朋友。嗯，因为啊，今仔日我其实哈有炸三组来啦。是，炸炸三组。如果扣印的朋友的话，因为我今日嘛有炸一挂展示品。展示品，呵，啊，什么物件？我们刚刚镜头有看到吗？有看到吗？有两位都视讯了吗？李信勋跟那个杨玲有视讯进来了吗？没有的话，要赶快趁着这个剩下三分钟时间哈、哦，要递补上来哦。第一节目结束进前，赶紧视讯进来。那有跟我讲一下，我们先把这个call in的专线再接起来哈、哦，赶快哦，通关密语上面你爱讲哈。我爱永安渔场。然后呢，你收听的频道是 AM 七三八。AM 七三八，动物也就我一些。呆男。呆男嘛。哎。呆男，贵姓？姓王。姓什么？王红。先生。哎。你稍等，我们的外面可以接到那个电话，这王先生的电话留给我们一下哈。好，我们外面你慢点挂哈。好，好，来，这个电话就给私讯都已经两位都私讯的杨玲、杨小姐跟李信勋先生，然后得到我们永安区域会的两组非常棒的休闲食品，要给我单扣印呢，记得听讲哈。台南的王先生最后加码的这个。也得到了我们一组永安区域会加码的这个鱼产品哦，也是很棒的哇，圆满圆满啊嘛，真感谢咱秀兰今天多加将你要捧牌，加很棒的鱼产品啦，讲有要甲咱永安区域会阁继续来购买，因为听起来东西非常的平价，非常优质 ，CP 值非常高的这些组合，要安怎来甲恁搞关？因为哈，我的门市哈，就是还在筹建当中。好啊，所以目前是哈，如果到我们的加工厂也是可以啊。我们的那个现在简便的门市是在我们加工厂那边，是高雄市永安区，好永兴路73号。是啊，不你也当永兴路73。嘿，啊不你每当上我的粉丝页给我留言。是啊，是去我的购物平台，因为我就是今年哈，我们也是出建了一个购物车。啊，再来哈，会当就是卡电话给阮，好，卡电话给阮小姐的专人给恁服务哈。啊，然后我的电话是07691-7998。691-7998、嗯、啊，光金麦克森哈，我们的家哈，来谢谢我们的秀鸾今天带来这么棒，送给我们佳慧我们的这些空中的好朋友跟我们的鱼粉们哈，的家感恩天就比如来一个，奥雷百港这些多，我们会邀请到其他龙鱼会啊，来送给大家非常棒的这一些龙鱼产品，只送不卖哈，我们电台只送不卖，所以非常的狂。我们的喜悦被感染龙鱼回家和朋友来熬几罐产品，教会我们的听众朋友。好，谢谢啦，拜拜，谢谢，拜拜。